为什么里面有油？然后还有呛老师，然后呛老师不让我参加。啊？哎，田松远都参加了。才十六，我都没有。然后我们有老板，所以大概你会不会后面后置？就对。对，我会后置。那我会把照片，就是影片可以变成照片。对，所以我都直接录影，都不照相的，对，而且都是4K 照片，4K 都很大。那可是这样传上去？没有，我会先给你原档，然后我自己会上传一份有剪接和未剪接，因为我的影片这样想说你要上传，因为我的 YouTube 有会员，所以我可以录到3个小时长程录影。谢谢你，不会不会。那我再把一些不错的那个片段，就直接剪接，然后变成一个只要讲片。好，谢谢谢谢你。好，可以吃鸡了吗？拜。